班长之一，现任你班迅速前出，务必于7小时内完成战争任务。假面之一，各位。军人对我们讲不是挑战，因为我们事先准备充足了。真正挑战是后面的激烈运动，这红蓝对抗对我们讲它真正�挑战。夺取敌纵深300米处，母堡顶端蓝旗。步兵班独立遂行战斗任务，全流程组织隐蔽行军、实兵对抗、实弹演练，全要素检验步兵战斗班组独立遂行作战任务能力。